你觉得这块料子的风险在哪？风险跟它这个皮上不一样吗？呀，我，你看，哎，破了，破了，破了！7000块钱就这样一锤一锤锤没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今天呢是我的山西老乡啊，就是无意中突然聊到了，原来人家是从我们山西迁户口迁到了新疆若羌来，然后他手上有块料子啊，就是别人之前出了7000块钱他没卖，然后他想自己赌一下，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跟屁虫一样跟过来了，如果这个料子切好的话我们就加高一些给人家收了，如果没切好的话我们就没啥损失，还得了一个视频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料子啊，肉还是很细的，就是说是大家都猜测它是有可能出镯子的，也不知道到底有怎样，就视频中看上去这个有点发青，我现实中看到这个没这么青。老板你觉得这块料子有可能出镯子吧？不好出呀，咱切，人家说不好说。这个扣子你弄，我知道那个。这个扣子是往下来的，它不一定下到那个地方。嗯。但是这边嘛，这扣子出来了。怎么下刀？那你是不是要撤就这？啊，就那样下呗。但是我跟你说了，这不好出呀。啊，不好说，再说嘛。啊，牌子总能出吧？牌子没问题。啊，老板。你料子不太好。啥？你料子不太好啊。就说是漏切口的地方就感觉料子挺好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你觉得好还差点。嗯，七哥是不是说不能切，然后我老乡说要切要切要切。要我说啊，嗯，送那口子直接切掉，那刚不是有口子吗？你觉得切还是不切？我觉得切合适。为啥呢？切了露肉了，切不露肉了也不影响卖。你肯定有种，好贱啊！无伤不奸，你把这个奸到弄得淋漓尽致。小娜，你是觉得切还是不切？小娜你是觉得切还是不切？我拿不定。啊？我拿不定啊，它有钩子。哎，你就猜一下嘛，你觉得切成功的风险啊？这风险大。你觉得风险大？我自己搞啊。师傅也在说别切别切。你不知道我里边我料子多、啊。你觉得这块料子的风险在哪？风险跟它这个皮上不一样吗？说不定这边更好嘞。现在商量了一会儿，就是觉得先敲。来给，拿个大榔头砸一下。哎。这还是没敲出肉来。你瞅，我跟你说，这边肉跟这边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说呢，你光看那的开窗那的是。这个敲，啊，这个敲，这敲的那个大榔头上，肯定露肉。嗯。呀，我，你看，哎，破了，破了，破了。你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有点穿墙了，知道吧？嗯，还是不行啊，有点花啊。嗯，串不串浆了？肯定串啊，这货人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别行，这是他买的，好买。这好像也是扣子吧？啊，那是扣子。这是一刀扣子丢了，一刀扣子到这个地方。那你说咋样了吗？就这样先处理嘛。啊？先处理嘛。那咋不动？叫高兴了半天吗？7000块钱就这样一锤一锤锤没了，一锤80，大锤80，小锤40，心态要正，知道吧？心态要好。嗯。你看这边的肉跟这边都不一样，嗯、看到吗？你看切的跟不一样，你看那肉都不一样，那糖。这边讲给他的，这边是没用，这边就是讲给他的，他肥都就是白面，对，这针线都下来都没有用，这一大半都没用，他有肉的就是肥都就这一块，对对对，这一半都是没用的，这是个扣子嘛，咋搞张总？哎，我建议嘛不要切了啊，切了没有用，估计你看这个切了7000块就没了，这个地方这个洞出来了，它肥的概率就大了。废掉的概率就大了，这个地方已经穿浆线了吗？哎呀，
你不切了吗？你想一下哦，想清楚啊，再切真的就7000块钱就没了。要么就切了磨竹子。磨竹子。磨竹子也不好，产浆。产浆是吧？不生命啊，身上烂的。那就不切了。那你最起码调调的，等今天少吃，今天少吃一个馍。赶快就买个馍给老板，敲这么一锤就浪费了一个馍的体力。这拌面肉肯定是好的，嗯，这拌面从这口子，这拌面肉肯定是好的，这边肯定这面肉不行了，嗯，对，反正这面肉就不行了，这拌面。好点串，咱是串的轻点。说不准个，我真想给他这个敲了，我跟你说。拉出去的。我不能替你做主呀！我靠，真想给敲了，我跟你说。想清楚啊，想清楚。请问你现在什么心情？心情好，心情好，心情还是好心情。现在怎么决定的？再商量商量呗。啊、再商量。